给我来五箱小绿，来一箱那个燕京。哈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度大圆。现在我在轰趴馆，我哥们儿订这么个地儿，我过来的话也得需要一个多点儿呢。这里边有四五个房间，然后加上一堆床，加十八个菜，还赠点小啤酒，然后一共是1900块钱。主要就是过节找个茬，完了搓一顿，小酌几杯。这是我们自带的晚餐的，这是蘸酱菜、小香菜、酱、干豆腐、黄瓜。大西瓜、烧饼、大草莓，小伙伴好两句啊，他家随便好。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，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。有需要零钱的，有需要喝酒的，啤酒饮料矿泉水，完了支援一声啊，来炫。我一般都处于伺候角拔眼的份儿，干脆不玩，我是来吃的。一不小心上菜了呢，三丝爆豆，手撕大拌菜，白菜拌粉丝，皮蛋豆腐，鲜蘑肉片，木耳葱炒肉，这好像是来涮肠子的。豆腐炖鸡蛋，炒猪血。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。上次太整整，我整不了，你们整吧。你也喝啤的呗？我来这个，喝啤的。大药丸子。十八个菜，十二个素的。你这点熟都熟热了，味儿还不错。嗯，肉丸吧也是火腿肠味儿。先少吃点垫吧垫吧，一会儿有肉串。炸冰凌其实中间不是什么冰激凌，就好像像糯米似的。嗯，倒是挺酥，不甜。昨天练了是不是？又断。嗯，今天做好的菜配上。我手红吧，小伙伴，它青的好着呢，不只是红，这块还青着呢。我是嫩家子。这个桌子上吃饭有个坏处，就是你喝多了以后完够菜费劲，呼呼跑。应该速度再调快点。你怎么说呢，总体来讲还行，菜确实水着点。那你看你看这在这住呢， KTV 不也是那啥吗，随便在哪块唱一唱，喝点酒，没千八的你能出来吗，对吧。综合考虑啊，还是不错的。盘子还跑，桌子也跑，这一天我不能喝酒了，我跟你讲，根本就吃不好。味儿还行，肉也是，鸡肉，大家表扬他。开，哼，哎呦，来，哥们儿，来，来，大眼儿。小兄弟，烤串儿不是个好活，贼辣眼睛。这串儿好了，
非常非常的。这是我表弟啊，在他的平时最喜欢吃那家买的。这喝多些呀、啊！这是，这是喝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喝啥玩意儿？喝酒精了你？你是不是喝酒精了？不玩了，啥玩意儿？我说这串咋这么好吃呢？原来是八成熟的，小青菜上来，哎，第二油连起、啊、串我排不上了，我排个烧饼子吧。这玩意儿。哎、我错了，完了这边你也排一个，好，帮烤烧饼了啊，谢谢。十元一个，又排一个，好 ，OK。加糖给100，加糖不要，来吧，哥们儿。大眼儿，哎呀，哥们儿。这是我穿的那个排骨串，就是我买的鸡骨特别大，然后把旁边的肉全给用剪子绞回来，因为腌了一个晚上嘛。完了，我眼睛又对眼了。不好意思，小伙儿，老是这么失态，灭绝的。鞭子抽你身，哎呀我去！你来呀、啊，啥吗？北京最后一响，分儿。命运得道酬。你是没串吃，你在那补干豆腐呢。嗯，真好。这样式你就吃它吧，你别吃串了。一个排骨，两个肉串，这样排的。嗯，大眼儿，等会儿我再给你卷一个那个啥小葱。不用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我连着吃的，我吃六个小时了。嗯。跟小伙伴提前说再见吧，嗯，已经乱乱了，不是马上乱乱，平时都是马上乱，现在已经乱乱了，哦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